你看，绝对是 L 掉的赛。录了这项目，喷打 C。建模打假的是吗？建模今天也是有看到过。建模，哎呦，我来看一下，兄弟，这把真要看一下。LDL 泽赛到底长什么样子 ？LDL 泽赛到底有没有质量？这个中野组合，说实话有点。维哥看中上是有点卡了，全的想进去反一个野，还没卡。中路还在压制，小虎的压制，压制力。二段回去，上面打起来了。这是别人家野区啊，这波维哥，维哥在靠在墙边。但是这个线得让盲青帮解啊。线烂的线，对，这个线烂到昏了已经。啊，盲青摁 B 了吗？这波不能 B 啊，这波 B 了 G 了，兄弟。很早在草里留言了，对，还想蹲啊，这盲僧感觉有点难蹲到了。看武器跳不跳上来吧，一般这个线武器有可能会跳上来的。建模在装，两段 Q， 恶火数量被小兵给挡了，跳的是小兵。哎呦，好帅！非常年轻的武器 ，Q 技能打到。兄弟，这个武器非常年轻，绝对15岁的武器。兄弟，这个贾克斯，我跟你说，最贾克斯，应该就是那种18岁的那种，就是刚成年，刚能打比赛。嗯，也能够有很好的开团效果。两边辅助都开始动了，但没找到潘打 C， 来上路找建模，哎呦，潘打 C， 接。这一波来的时机非常好，在跟队友疯狂交流。贾克斯有踢，自己没踢。小龙别动，但他踢不了。哎，潘大 C 已经空了，只能交大招拉开。再拉起。啊？这个大招开的有点。想死吗，潘大 C？ 敲开启自己的大招，建模下一波跳斩。啊？一个 QA 跳斩。哇，这个武器好细，看到了没？我看到了。他等建模开补电，我才打他。先秒入鸟，但入鸟反坐，逼出了翻天飞鱼正面。发条。哇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潘大 C 这波是会玩的，你懂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贾克斯有踢，他自己如果不送贾克斯踢下去是4-5。哎，阿卡丽人呢？维格大招也空了，阿卡丽来了。贾克斯 TP 下来想继续打，哎，盲僧发现不对劲，哇，好快的绝版！右边已经没有太好留。我们全是顶级操作，怎么说打野？就跟塔姆跟路线很像的那个做出来，但是这个先锋要已经在动手打了血来了，有和血有闪，就喷打 C 十级到两级，两边要阿奎再要再绕再狂绕，但是谁的？我有攻击，阿奎到了，阿卡丽进场，进场被拉进了，剑魔的位置有点尴尬，咳血一下还是走不了。哦，刚刚是蓝色方的先锋，霞的暴风雨刃被逼出来了，冰流现在大招有倒钩的霞，哎，钩的效果好不是太好，被晕了 ，Q 过来还是成功击杀，虽然，哎呦，好滑的路，这波团战对于红色方来讲已经是大获全胜了，继续扎，哎呦，坏坏，贾克斯，不是是贾克斯在干嘛？1-5的武器，一棒子。伊泽瑞尔还把中路一塔推掉了，这一波团战微博打了个大获全胜啊！原来是 LD Let Me， 好像想要塔下硬越一波，还想硬来，贾克斯直接开大招。哎呦，哎，一空五，扎卡利一空的，单个的伤害 R2 也没有给到伤害卡这里，但盲僧 Q 打很准，换吗？塔的伤害。帮忙换掉了，亏还很悲惨，加没了。兄弟，亏到发昏还是风龙魂这一把，拿了两个小龙，不知道自己干嘛。很尴尬的是空技能 ，ED 的魔切也叠出来了，现在到 WBG 的一个强势期了。野区抬到对面野区两个人直接魅惑，直接被秒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路，哎呦很灵动啊，这撤退。阿卡丽，当切，切到了，再回来喂！看这武器，你看这武器，看这武器，可能要被砍死。另一边还在操作吧？反击风暴好了，有跳斩，怎么说？飞过去，阿卡丽，敢去吗？哇！他主播他就去了。兄弟，这个XZZ如果现在立马在虎牙开播，他绝对飞了这一波。武器确实很能打，一个 W 配合小五 QW 是把阿卡丽打成残血。包飞，他是主播，这波是必飞。哇！这有一个主播，这是主播，主播是吧？哎呦，哇！兄弟，这盲青绝对是主播。感觉盲僧这波有点没必要了，这打团还能打成这样，真有点夸张。再抓大龙，这波烧洛丽大龙。蓝色方的盲僧还在赶来的路上，知道吗？大龙出波时间很慢啊，没办法，这波微博季决策挺不错的，有一说一。
他这个 timing 找得好，回来还能，而且他哎，贾克斯在侧翼，我操，大招在加，他每都有的附近，有中野的掩护问题不大，并不会出事。蓝色方只能把中路一塔给拆了，拿这种局面 ，WBG 回家，小龙还有三十，左边都能打吗，兄弟？反观对于 RNG 来讲的话，由于这左边抓完贾克斯之后，他没继续抓了。正常来讲，肯定是要继续抓的。提升的空间，他抓完一波不去了。不能说没有。阿卡丽直接 TP 上，顶级烧 TP。武器直接开个贾克斯位置脱节了，谁能救？瑞尔过来救一下。进场很漂亮，贾克斯晕到了，侠一发条，万手。但是好像哇，这个防伤还有点不够。是的，非常好，直接处理。兄弟 ，EZ 的问题，就不是这个选手的问题，是这个英雄的问题。兄弟，绝对是这个英雄的问题。你这 AD 随便换一个版本正常的 AD， 早跟我把左边杀完了。这情况，贾克斯就倒地了。早跟你说了，跟我是英雄。就是垃圾，你不信？导致反击风暴完，这个 EZ 这波他好像什么都没做都倒了。是的 ，RNG 上波后面留的眼太关键了。不是有什么用啊？这英雄你告诉我呢？找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机会啊！我看一下这波 EZ 一闪直接走，然后呢 Q 一下没 Q 到，刮个大刮两只 W 没打到 Q 也空，然后呢再来个 Q， 中了。然后一过去，被秒。一过去按了个治疗，然后后悔。是的，最大的治疗给个治疗给他队友。兄弟，这英雄真的太抽象了，1184。对，小虎打了4000，一泽打了1184。大龙区的视野差不多吧，多了，直接选择打有侠在。说实话，年轻的角色结果很拼呐、啊，一岁刮个大过来，感觉很有用。哎，诺，我有这诺，我怎么放啊？选择走了，是的，小阿康兄弟，现在玩的这么好了吧？哎，潘大 C 要被断。但是武器的中一个人，巴特利空了，好像没压力，好像没压力。这贾克斯，哎，哎呦，侠还要操作，赶过来，哎，杀怎么杀两个了？侠、啊，侠怎么把人杀完了？过闪现过来反击，一打杀差两只，杀了剑魔，不是大人头，还想来留下。扭大，哎呦，扫盲青，反应很快，这贾克斯在狂闪吧？卖自己了。你说这个漏吗？对，他之前玩的挺抽象的，他之前拖住对面打野，并且抬到这边的人，最后是超远一侠回来，培养起来的呀。这个 TP 其实 有一点尴尬，有点抽象，有点尴尬。怎么在这里就开始交替了？说你不一打三吗？他这个，这怎么吃线啊？然后这边追的时候是被，哎，可能很简单啊。啊，就 A 死了，操作也很尽力啊。就 A 两下被 EZ，A 他两下没感觉，他 A 两 EZ 两只 EZ 死了。跟你说了呀 ，EZ 就你出问题找 EZ 啊，这英雄就是乐色。哦哟，很凶嘛！单挑，遇到了，真飞啊！发出主播，是的，两边对拼，但剑魔就在旁边呢，开大招，剑魔也开大，贾克斯跳眼走了。不是哥们儿，真飞呀、啊！路上，贾克斯想用自己的肉体去留一下。是的，蓝色方侠士还在清线，离得很远。哎，洛被发现了，留人，留到一个洛丹。主力不在耶，主力侠有点远。闪现直接开，开的不错，开两个。伊泽瑞尔大招也过来，给了一点伤害。贾克斯开启反击风暴，再进场。有复活假剑魔，还有金身，八条大招也拉出了复活甲。拉满了吗？这路，但是死完了，没用啊，双 C 输出不了。盲僧也死，要死完了前排。那这一波也是想要去抓贾克斯啊，但是在高地打那个贾克斯是不敢往里跳的。守一路，顶一路。贾克斯反击风暴跳，侠侠叫出暴风雨刃，再反跳 CD 好了，哎呦 ，CD 非常多，贾克斯还没闪上去，我跳下去了，哎呦，兄弟你看嘛，收下来了，贾克斯在推别人高地的时候，其实你往里跳风险挺高的，但是中路和下路的高地塔都被拆掉了，
这不微博计赚吗？撤走的话才赚。哎，小虎走了，走低位去，有用吗？我第一时间是比较能扛的，拉走了，要一波了，要一波了。BG 大获全胜的一波了，感觉要一波了，只剩下剑魔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阻止微博众人的推进的。潘大 C 还在挣扎，扛不住这发条伤害，操作不动啊。那恭喜微博先下一城，在这场 BO3 的比赛中，他们展现出来的配合以及团战啊，尤其是贾斯汀有点帅吗？好像，但是这个比赛好像有点激情，我操！要被尊重了，感觉。哎，怎么说那边开了没？有点狠。